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奋斗和梦想还有友谊。即将在5月17号上映的《中国合伙人》是一部正能量的喜剧电影。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啊，故事讲述了教育机构新梦想的三位创始人艰辛的创业的历程啊，以及他们苦尽甘来。影片中好多大帅哥哦，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主演。据说这个黄教主啊，本次主要在电影中大秀他的美式英语，好想听 No time to。 从预告片来看看呢，本片的台词啊，对白是幽默感十足，二逼青年加上苦逼青年等于牛逼青年的成功学公式，也显得时代感十足啊。Then you may be a hero. To me, you're a thief. You thought it, huh? Yes! Very good.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。